哎呦，有的正啊，你历史丰富啊。85年偷电缆被判5年，93年盗窃判3年，99年非法行医，你经历很丰富啊。啊，刘德胜，难怪你刚才说报告政府呢。啊，年少无知哦，年少无知。你给人姑娘家塞了20000块钱，你想让人家女儿到你们家当儿媳妇儿，你说人姑娘跟你儿子有没有感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有感情啊，我的儿子刚关进监狱的时候。什么什么？我的幺儿哦，刚关进监狱的时候，米粒还亲自去探监了的。啊，你儿子也进监狱了？啊，什么毛病啊？搞电缆，就是这个偷电缆的。你们家这手艺还祖传呢啊！见笑，见笑哦！我警告你啊，刘德胜，你是有前科的人。是你现在放出来了，可是你无论走到哪儿，你只要是在公共场合影响人家的经营秩序，你就是错的。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你当心我再给你遣回到原籍去啊。我没有闹啊，政府，我就是让我的儿媳妇迷着她跟我回去啊。那个方警官，小强，婚姻自由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听一听当事人米粒儿她的意见？现在呢，这两拨人已经快被你打破脑袋了，是吧？我们都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想好了，我跟你回去，你别再闹了，别再跟雷哥他们过不去了，行不行？米粒啊，你要是早这么讲，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米粒，不能回去。回去这辈子就毁了。蹲下。哎呀，哎，方警官，哎，你好，你真是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快坐坐坐，你先坐着，来来坐坐坐，别着急别着急。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还见血了呢？没事，伤哪儿了？哎呀，往哪儿看不是我的血，猪血。杀猪了？猪自杀？是你自杀？你闭嘴。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隔三差五的就跑到派出所来蹲点儿，隔三差五就让我到派出所来领你。嫂子，叫婶儿，其实不怨雷哥，都是因为我。我知道是你，我知道是因为你。你说老范在你身上吃了多少亏了？老范救过你，我们不图回报，可你也不能总把我们往火坑里推，是不是啊？啊！怎么说话呢？人家不怨人家米粒儿。好，不怨他，也不怨你，那都怨我，怨我嫁你这么个贱东西。干啥呢？怎么说话呀？这显得那么没教养。我没教养？我还没教养？那怎么才叫有教养啊？人家一口一个婶儿，一口一个婶儿，那么叫着你，说话也得像个长辈的样儿，不可理喻。你行了你？你还跟我玩上成语了？好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。对不起啊，方警官。哎，婶儿。哎，婶儿，嫂子。那许大来上去跟你说，抓着就揍我。我跟你说，那老柳那一看也不是白给的，他上去就使那叫王八拳，知道不的？那咔咔就他整上了。我跟你说，那许大来一看就没打过仗，不好使，白扯，没打着几下子，不行。那老范吧，那还是太虎。嗯，你还有抓住人家腰不撒手的，这是不是？那警车一来，嗯，你猜怎么着？咋的了？你猜怎么着的？就那老柳。咔就一下子，哎，照自己鼻子就怼一下子。哎呀，我亲眼看着的，自己怼的。是吗？那血哗哗就淌下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他自个儿怼自个儿干啥呀？我算明白了，我看明白了，
那老柳啊，那就是存款一低赖了，太赖了。跟你说，俺舅打不过你啊！呸！我也吐你脸吐沫，埋汰！哎，对，那老柳，抓血就往老范身上抹，就抹着，这都抹，你瞅瞅，哎，正好就赶上警车来了。是吗？你说这回老范他就是嘴再多，他也说不清了。就是，我这该了，太该了，我这让他俩师徒下嘚瑟，这哎呀，乐该了，别乐了。有那么好乐吗？歇差不多了吧？该干嘛干嘛去。走吧走。这事儿咋还闹大了？多喝点水吧。一下午在派出所，嘴都干了吧？四姐万银子，你穷讲究个屁呀、啊！给你口水喝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没完了是吧？老范，你不一直都讲究豆腐精神吗？那豆腐不都是与人为善、柔软温和吗？那分对什么人，像对这种人，我就是冻豆腐。他来凉的，我来冰的；他来横的，我来硬的。白在所里蹲了半天了。哎，行，你说说。你说就为这么点事儿，老让警察来我们这儿，我这是饭店，你说总这么下去，我这店还开不开了？你们仨给我达成共识啊，能谈得拢就谈，谈不懂就问人米粒什么意见，但就有一条，谁在我这再闹事儿，谁就走人。赶紧把你那茶喝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儿，我没那么好的脾气了啊。这外边天也不好啊，你干啥呀？我不是有个约会吗？你们仨赶紧达成共识，回头跟我说一声啊。这个周总也不在了，我接着主持会议。我往这一坐，说点顾全大局的话吧。柳的事儿，从今以后有事儿说事儿，不许作了，不许闹了，好不好？周总呢？刚出去啊？怎么了？出事了，米粒离店出走了。啊？这他留了一封信。我走了。谢谢雷哥、大来哥、薇薇姐，还有周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。特别是雷哥，我欠你的不只是钱，更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人情。如果人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请转告柳德胜，我回老家了。那2万块钱的账我还不上，只有用自己抵消了。我真的不想走。不想离开你们，我给你们添了太多太多的麻烦，我会想你们的。欢迎光临。哎，明玉怎么来了？我找米粒来了，我跟老家那边都打听清楚了，那2万块钱的彩礼钱，都让他这个败家儿子给花光的，所以不能算在米粒头上。米粒呢？他去哪儿了？说是回老家了。回老家了？啊。不对，上次这孩子寻短见之前也是说的要回老家，该不会是……哎呀，赶紧分头找。好，快去找。有的事，赶紧啊！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盯着吧，周总没在，你盯着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去。那有消息你通知我一声啊。好。
够快的了，我这头皮都发麻了。另外，这道限速80迈，限速多少迈啊？最少20迈。那就再快点。能不能不看了？你周一半天联系不上，你不着我急啊？这没心没肺的。别打扰我爸，太逗了。再联系不上，报警了。哎，爸。啊。别老想着麻烦警察，再等等。不是，多半天了，这半天，这哪儿去了？这周一。兰子，哎呦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急死我！电话打半天打不通啊！你怎么了，兰子？不是兰子，怎么了到底啊？怎么了你啊？啊？兰子。都得跳起来，跳起来！你这也没跳好，我跳好跳不好，那是我的能力问题。我认真跳了，是我的态度问题。做身体柔韧性嘛，还偷电了。哎，你讲对了。我们搞这种高空作业呢，讲的这就是胆大心细。是啊，脸皮还得厚，像胶皮鞋似的绝缘，要不然被电就给打下来。哎呦，这个呀，我来擦啊。不用不用，大爷不用你擦，我擦。我擦这个是专业啊，擦我的啊。那大爷您擦干净点，要不还得扣我钱。那是。这个呀，我也来擦。啊，你看我的啊，这个也是专业。有德胜，哎，过来。大雷兄弟，啥是吩咐？你干啥呢？这是上蹿下跳，忙忙活活的。哎呦，这个渔村真好哦！昨天晚上在宿舍还给我找了一个铺让我睡哦。嗯。哎呦，我这是尽点微薄之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蹲蹲地、擦擦玻璃的，讹诈我们工钱。我不搞那个，啊？我这就是个义务劳动。那你义务劳动老盯着我们家豆腐看干嘛呀？这个老范，他
算是个人才啊！你看这个豆腐，要是搞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哟、啊。想吃？大清早的，不妨开开胃哦。嗯，可以，给钱吧。大来兄弟，这豆腐几个钱啊？嗯，不贵，一只苍蝇钱。名厨吃出苍蝇来了，是你搞的鬼吧？啊？这过去咱们都是敌对关系，耍点阴谋诡计，这都是感情沟通噻。嗯，你这感情沟通的也有点贵，知道罚我们多少钱吗？200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吃豆腐可以，200块钱一盘，咱们的账就算清了。清了，清了啊。不过我这没有现钱啊，要不从这个彩礼钱扣吧？啊？我要是吃了这个豆腐，米粒啊就欠我19800。你倒够会算账的。哎，师傅来了。大来啊，不懂规矩。名厨种地，闲人请勿靠近。我这不是闲人，我是顾客。我是来买豆腐的，一盘200。师傅，师傅，苍蝇果然是他放的，他承认了。当时我用脚后跟就把案子破了，肯定是他，没跑。行了行了，200就200了啊，我吃了啊，吃了啊。放下。这，啊，200块钱，就这？给你就不错了，吃了。嗯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睡得挺踏实的。表姐，嗯，昨天真的麻烦你了，又折腾了你一晚上。嗨，跟我还那么客气？你看你昨天那个状态，多让人担心啊！有我在你身边陪着，你就不至于胡思乱想的。以后啊，可别再犯傻了啊。其实，昨天我就是想去江边散散心。嗯。范大哥为了我的事劳心劳力的，我以后也不会再犯傻了。师傅，嗯，这彩礼钱慢慢凑呗。不是啊，柳德胜赖在这儿，不像话呀。很明显，不给钱他肯定不走人。咋整？不行，咱们就得发动大伙儿一起凑了。现在是旅游的旺季，我们渔村的客人要比平时多。所以我希望各个部门都能够通力协作，漂漂亮亮的把工作做好。现在马上就要到中午饭口时间了，我希望大家都应该能够精神点儿。散会。那个，大家等一会儿，我师父有话要说。大来，走。哒哒滴，哒啦哒哒滴，哒滴滴哒。滴答滴答滴答答啦滴答答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米粒儿。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还有一个无赖的公爹。米粒儿啊，你可知道我们多爱你，我们希望你继续留下去。看那龙华渔村多美丽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希望你继续留下去。鼓掌。鼓掌。老范，你等啥景呢？这是啊，谁不憧憬美丽的爱情？谁不向往幸福的生活？米粒儿，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，却要为了一段不幸的婚姻而毁掉自己的一生。20000块钱，区区的20000块钱呐！为了这份债务，她要放弃自己的尊严，太可怜。我
我身上就有五十，但是帮米粒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对，刘老师，捐了五十，谢谢谢谢。大家都哎呦哎呦，太好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。三十五十不嫌多，哎对，哎谢谢。千八百块也不嫌少，不是说反了啊？三十五十不嫌少，千八百块不嫌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。有钱帮个前场，中层干部的，哎呀。进来。什么事儿？周总，前厅有人在那组织捐款呢。什么？秦大叔啊，秦大叔，我们这边好像不太踊跃，出事这边你得起个带头作用啊。谢谢。老范呐，啊，你整这套玩意儿，你通过谁了你？是不是？怎么？米粒是个好同志啊。啊。我们都应该献爱心呐，听着没有？这是我站稳啊！一百，别喊，人小猪啊，捐女同志捐都没，谢谢。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啊，没事，你不用，你忙你去。哥，啊、你是在让大家给我捐款吗？没事，你忙你去。大家的心意我心里了。哥，这钱我不能要，快还给大家吧。哎、你去忙，你别耽误出事。干嘛呢？来，我给你看看去。这是干嘛呢？捐款。谁让你搞这个的？你上民政局报批了吗？啊，还得报批吗？行，赶紧停下来，都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哎，师傅，这还得报批呢？来，清点一下，完了记录一下。嗯，大票100，200，没了。这是谁？5毛，都上来。师傅，这远远不够啊。哥，大来哥。哎。我知道大家都关心我，有我这份心就足够了。你别难过，我们再想办法啊，米玲。别难过，没事，接着数，都有50。这样，算我一份，我出5000。哎呀，你别这样看着我呀，那这钱也不是白给的。上回我们家米粒住院，那不都是老范你垫的钱吗？这回咱算扯平了吧。了解。什么叫雪中送炭？这就叫啊。米粒啊，咱们那个债务哈清了啊。那怎么行？一码归一码，怎么能这么算呢？不行，我回去跟您婶儿商量，她也是个性情中人。当他看到这个场面的话，肯定会同意我的壮举。太感人了，这场面。两位，2.6分钟。啥事儿？哎呀，让你走就走，别磨叽。七，太感人了。大来，这些你先拿着用吧。你这是干嘛呀？米粒的债啊，我现在也没有多少，就这8000块钱，你先拿着用吧。不行，这不合适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不行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我知道你现在需要这笔钱，我也知道你需要这笔钱要干什么，但是我这钱可是借给你许大来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高兴，我怎么样都行，你快拿着吧。那我就拿着。谢谢你啊，薇薇，这钱对米粒来说是救命的钱，我替米粒谢谢你啊。这14700，全是大来的啊？不全是，师傅，那个这里边有我5000。啊，那个刘兰他们凑了1000，
秦琼他们凑了700好处，另外还有8000是那个薇薇借给我的。薇薇姐啊，她说借给我的。还有我这个刚从银行取的5000。哎呀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哪是一点爱呀？这是19700呀！对啊，19700。点点，哎呦，不点喽。点点，19700。对，这还差300了。这哎，你那天在我们那儿吃了盘豆腐，你不说给200，从这里出吗？那不是开玩笑的，谁跟你开玩笑啊？你卖我一盘豆腐200块钱，你就不怕我到消息告你去？这个人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呦，娃呀，你不能这样看着我呀！我都答应了不带你走了，你总得让我心里平衡点噻。老刘，你这个人太不讲究。你来那天连吃带喝带住，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！啊？你就盯着这区区300块钱，你让我心里平衡不平衡？哎呀，这就忘了啊！就我这算一算，这个吃饭、住宿一共350块钱。对呀，四舍五入就算300啊，这19700加300块，这不正好两万吗？这你还不会算？对，就是2万块钱，这就清了，这就清了。齐了吧？齐了。点菜。我呢，再讲两句。说啊，这个我柳德胜啊，这一辈子走南闯北的，偷鸡摸狗，没交一个正经朋友。我是乌鸦落到了猪身上，以为大家都是黑的。哎，哪能？这次来到哈尔滨啊，虽然是没有把米粒带走。但是我结交了你们这些朋友，认识了你们这些好人，让我真正明白了一句话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。谢谢。另外呢，你这个杂志讲的也是村里长大的娃，现在没有亲情了，还有乡情噻。太对了，我就代表老乡啊，向东北的老朋友们。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米粒儿的。对，是吧？其实啊，今天这个钱啊，凑多少，我都要走了。为啥呀？这是今天晚上的火车票。我吃完这顿饭，我就滚蛋了，我就走了。不，你玩两天吧，在这儿啊，你干啥招啥？玩两天，算了。在这里没少给大家添麻烦啊！我早一点走啊，就早给大家省省心了。哎呀，晚上几点呢？哥，这还不到2个小时了，是时间。可不是怎么的，抓紧吧，赶紧点菜吧！哎啊，老范，我是这么个想法，我用这些钱啊，回到老家想开个杂货铺，你看。好事啊！好事啊！咱年纪都一大把了，干件正经事儿。别高空作业、投电线啥，就在地面活动，以后就干干净净的过日子了。对了。再见吧，祝哥达拉，达拉里达拉，达拉拉，再见刘德胜，刘德胜再见。柳德胜再见吧。谁呀？干嘛呢？你们这大半夜的又唱又跳的。周总，这干嘛呀？大半夜的又唱又跳的。啊，朋友再见了。啥再见啊？那个周总，特大喜讯，柳德胜回家了。他就回个家也值得你们这样啊？明天体检忘了，你这么晚回去不睡觉，明天检查不合格怎么办？算谁的？那你这干啥去？苏妈，管我干嘛呢？赶紧上车，送你回家。我得赶紧来。哎，上，你坐下。朋友再见，柳德胜再见。
那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我们这个红地毯婚戒的呢？是通过这个广告，还是朋友介绍，还是其他的方式？啊，我想是命运的召唤吧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刚刚从一场沉痛的恋爱中苏醒，又恰巧路过你们这旮瘩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哦，那这这么说，您是刚失恋？唉，那是个四川女孩，爱我爱的是死去活来呀。命运，命运你懂吗？你继续。命运使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啊，所以呢我想借着一场新的恋爱来洗刷我沉淀在内心中的痛苦。嗯，那您是否有这个结婚的打算？有，当然有了，有了快20年了。唉，可惜呀，一直没有和我太般配的，所以我就找到您这儿来了。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呢？女人。嗯，那您能再具体点吗？漂亮的女人。在这次体检之前呢，周总委托我跟大家说几句话。我想大家在来我们渔村工作之前都进行过身体检查，也都有健康证。那我们这次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次体检？我们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酒店做出品牌，做强做大，做出动静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这次的体检。今天体检的人数比较多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队伍里站好，不要站错队伍。我现在把表格都发给大家，然后大家排队到2楼去体检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师傅，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我这小体格一准没问题。不是，这是餐饮业的规矩，都得检查身体。另外，检一检对咱们是个人没有坏处。哎，师傅，这边，这边，师傅，这是他才来呢。路上办了点事儿。哎，你站我这儿，师傅，马上就到。哎，秦大厨，我们这儿排队呢。咋说话呢？这不正排着呢吗？不是，那你。不是那个咱这卡呀都让人骑上去了，完了得按顺序来啊。我这多有顺序啊。啊，厨师长不就得站前面吗？就是没大没小的。不是，哎，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。咋的？你跟他谁大谁小啊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不是，你这么说话对不对？我就问你。那你是论岁数还论个儿啊？个儿你大。你能不扒拉我？我扒拉你咋了？不扒拉我，你还怕扒拉？不是我，行了，老板，我上那边去行吗？这问你，别老吵着，有外单位的影响不好，知道不？别给龙华渔村掉价。王敏对吧？对，来进。媳妇儿，你辛苦了。哎，怎么出汗了？没事儿。哎，也真是的，让咱们在这儿等啥呀？先查别的呗。这要是熟人看见我了，还以为我出啥事儿了呢。出事儿怕啥呀？谁把你整这来，你找谁算账呗。我现在的男朋友可没这个胆儿，让他摸摸手就当过年了。样吧。女人呐，什么最珍贵啊？身子呗。你要想以后老公听你的话，你就得守好这扇门。男人呢，会的就是花言巧语，什么我不在乎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了，等等等等。你要是婚前不检点的话，你就等于把刀把交到别人手上。我来。怎能只是医院？你当这是菜市场吗？把嘴闭上。大家把体检表都拿好了，赶紧挨个进去体检啊。云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天太热了，有点
有点晕。你先剪，剪完了以后我带你出去透透气啊。嗯，再坚持点啊。出来透透气，觉得好多了。谢谢你，薇薇姐。不用谢，自己的身体自己得多注意。薇薇姐，我知道大来哥的钱里头有你的钱，谢谢你帮我。谢我干什么？我的钱是借给许大来的，又不是借给你的。可是要没有你的钱，我也许就得跟柳德胜回四川了。我也没帮什么忙。薇薇姐，我知道你喜欢大来哥，还是你们般配，你们都是好人。天下的好人多了，好人又怎么了？还都能成双配对啊。刘兰说的对，我配不上大来哥。刘兰那张破嘴啊，成天嘚不嘚不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薇薇姐，我想好了，我一定好好挣钱，好好工作，还你们的情。我以后一定和大来哥划清界限。米粒儿，感情这东西很奇怪，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开始的，也不知道它又是从哪儿结束的。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可你又觉得沉甸甸的。可它不是个玩意儿，不能让来让去的。即使我赵薇薇现在还真的喜欢许大来，我也会跟你公平竞争。喂，小田吧？哈，我是国厨啊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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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今天去你那注册会员的时候啊，落下了我的一个优点。啊，麻烦你把那个表取出来，在那个爱好一栏上写上“爱好文学”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不瞒你说呀，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我看了六遍了。小田儿，麻烦你抓紧时间帮我约人见面啊，要不然我心里这个痛好不了啊。李亮。啊，对。李亮。哎。李亮，李亮，我叫你，你咋不答应啊？大来哥，我没听见。哦，那个晚上没事吧？这不是啤酒节开了，我几个朋友在啤酒节上都有摊儿，咱们晚上去坐会儿。改天吧，我今天刚体检完，身体不太舒服。哪儿不舒服呀？是不是闻不惯医院的那个来住所的味儿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在医院待过就一定要闻得惯那个味儿？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是你，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呀？大来哥，我真的不去了，谢谢你。哪儿不舒服？哎呀，豆腐两块，洋葱十二呀，对不起，范师傅，中间那杠没看见，是一到两个，到两个。西红柿。哎呀，怎的了？唉声叹气的。师傅，你说我也没说什么，甩脸子就走了，什么意思呀？谁呀？还能是谁呀？米粒儿。啊。小样，心里有米粒了。哎，没事啊，三伏的天儿，女人的脸说变就变。我的经验啊，女人虽然脸变得快，但是往往心变得慢。如果你给她足够爱你的理由，轻易是不会变的。我跟你师娘就是这方面的典范。是啊。哎，周总下班了。周总，忙着呢。今天下班早，可以回去给我们做点热乎饭了。
我的价值就给他俩做饭是吧？